其实我第一次在这儿见到你之后，我就会经常想起你。小明，许诺，猫。雪地型呢，也有怦然心动的感觉。可以从你这里订花吗？下次下雪的时候，不在宠物医院，在外面见面吧。你为什么着急啊？我怕你冷。我能吃饭吗？能吃的话，我可以请你。还没有时候可以一起吃饭的地步。明白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有男朋友，我离过婚。跟你住在一起的女孩是你？你对我很好奇吗？这是我女朋友秦乐，这是赵静，你们俩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你还挺会说谎的，我也不喜欢人家说谎。你先进去吧，一起进去的话要说谎了。给外婆带了点吃的。哎，阿姨，女朋友啊，你一个人行不行啊？阿姨，我也在。阿姨再见。喂，下雪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在你对面。原来你电话里的声音是这样的。你的声音也比我想象的要难听。你想象过？我吗？我不想和你只是做朋友。你不用每天都做。我能帮你的也就这点事儿了。是下雪了才要请我喝咖啡吗？谁欠你家那么多？我也是温州是彭雨安的女人，公约都会说吗？可你要是没反应的话，我连个心已经远了。你是不是有人呢？好像是你男朋友。我看看，我们是朋友，看见了也无所谓吧。我们是朋友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越界的。我不能背叛雨安，对吧？你想让我做坏人吗？因为想见你，男朋友不在意吗？我不想你因为我改变自己的生活。可以了吗？你好像很喜欢这只猫。我觉得它特别可爱。分手吧。如果我这么说让你不舒服的话，我想好了，你就当我没说过。我说的时候我之前说过的话，我能让我自己失去什么？